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今天我们要坐阵来看的圣经是以赛亚书十九章。在十九章的中间，我们会读到上帝要来审判埃及。在这个记载的里面，特别会说起埃及的统治者抓自己亲像是聪明的人，总是真正的聪明，不是为着家己的利益来打算，总是埃及的统治者因为着家己的利益来打算，却无法度来明白上帝的心意。所以伫这个中间，咱会通看到先知的讲起，讲这的领袖因拢是真戆，因为因带百姓行唔对的路，地教因的国家愈来愈得到恶担当。特别这段经文里底的描写，尼罗河的水愈来愈低，水也愈来愈高大。其实这嘛是一个环境破坏的问题。那亲像咱的世界，有人抓准家己是真聪明智慧，煞无意间的中间，和社会和环境愈来愈受到迫害。真正有智慧的人，因会通对着上帝来学习，和因会通依靠主来做决定。埃及的领袖，因抓家己做聪明智慧，总是因的聪明智慧反倒转无予这个国家更加得到利益，更加得到帮助，反倒转予这个国家走向一个毁灭的状态。圣经里底也讲起，因为因也安尼来受到上帝的审判。更加要紧的，先知不是干那掠审判的信息，予百姓知影，特别伫十九章十六节到第二十五节，这段经文会讲出上帝最终的一个心意。这个心意就是要让所有全地的百姓拢会通来认捌上帝，来敬拜上帝。特别在这个二十五节，安尼讲起，讲上主万军的统帅要赐福给因，讲埃及。我的子民阿述，我的创造以色列，我的选民，我要赐福给恁。这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心意，上帝是将埃及人也当作是他的百姓，他也将阿述也当作是他杰出的创造，甚至以色列人是他的选民。这三个国家自古以来，因都是互相在利益顶头冲突。在这冲突的中间，敢那有自我做中心来看代志，来建设因的国家。所以也地到因为利益冲突的时，国甲国互相竞争，百姓甲百姓互相伤害。这不是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目的，所以这段经文会让我们知道，上帝他说他要赐福给他们，埃及要称作上帝的百姓，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应允。我们也可以看见上帝的心意，我们将这款上帝的心意抓到在我们现代的世界，咱也通讲，中国甲台湾拢是上帝的百姓，拢是上帝所做的。甚至日本，甚至越南，甚至所有的国家，那是照这段经文所应允的，上帝要将这一切在主的内面，拢成做合一和平的世界。我们要有这种的学习，我们的世界才会越来越得到和谐。圣经里面这样跟我们说起，让
予咱好评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称作上帝的子。也愿愿咱每一位，咱拢会通成做好评的使者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必听人的拜，上帝感谢你的恩典，予阮今仔日搁一遍领受你宝贵的信息。阮知影你的心意是要予这个世界充满和平，所以你也通过先知予阮来明白埃及，你要予因来成做上帝的子民。阿述是上帝你杰出的创造，以色列是上帝所精选的选民。这三个国家也要因为过去因的罪来得到赦免，和因也通成做和平的国度。祝你的心意也予阮今仔日学习到，阮都爱亲像祝你和平的使者同款，因为你教是阮讲，予人和平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称作上帝的子。主恳求你帮助阮，也会通照着你的话语来行，予世界因为阮的旨意，因为阮的大道，予这个世界会通成作和平的国度。阮在你面前祈祷恳求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